日本足球乙级联赛丁田则为 VS 千叶市原比赛分析比分预测赛果预测胜平 3-2,2-2 丁田豪取四连胜上轮他们3-2战胜了强敌横滨这场胜利中丁田踢得十分拼各种肉搏抢球吃到了好几张黄牌理论上丁田并没有必要如此卖力毕竟无法升级但将马直树和他的球队似乎在朝着公平竞赛将而去不过他们也必须注意当年北九州没有升级资格却不防水占着升级附加赛名额最后却作废的不明智举动让他们被群起而攻之之后惨遭降级丁田何时回迎来拐点不得而知但可能现在还不会千叶上轮被排名首位的松本逆转结束了连胜而本轮他们再次迎来恶战出战排名次席的丁田上轮对战松本面对对方有速度极快低反击杀气前田大然竟然还保持高位逼抢哪怕取得短暂的领先这一战术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维系领先没多久就遭到逆转而两个失球全部都是因为向上紧逼而导致的空隙前田大然果然能够抓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千叶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主队伤停吉滨辽平前锋客队伤停本田宏辉前锋丁田也真人前锋